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黑衣侦探。今天中午老米是官宣了 2.6 版本上半卡池的讯息，灵人温蒂池的陪跑四星为砂糖、香灵和云锦，对于萌新玩家来说还是很香的。砂糖、香灵都是前期非常实用的四星角色，在深渊排行榜上虽然是开服就有的老四星，却一直有着不低的出场率，甚至碾压一些五星角色。温迪、肖、老米你没有心。至于云锦，技能机制很贴合灵人，这两位放在一个卡池里算是有点官方教大家玩游戏的意思了。希望老黑这次的灵人池云先生能多来几个吧。武器池的话是白金晶、接探师和敌剑、祭礼大剑、家里灭尘、流浪乐章及工藏的组合。还是那句老话，武器池请大家量力而行，上头强抽不可取。那接下来就是新版本的更新汇总。首先是深境螺旋，新版本上线后4月1日通关给的圣遗物宝匣将会从决斗套、流浪套变成新的尘沙套、来沁套，这点改得真好，能极大增强新圣遗物的获取途径。原来的老箱子确实鸡肋，老黑都攒了好几百个没开了。第11层的地脉 buff 变为增加75%的风伤，3期深渊祝福如视频所示。好家伙，老米终于想起我大风神温蒂了，果然池子 up 谁，深渊就 buff 谁。15个角色和部分 boss 的锁敌优化，大家诟病已久的黄金兽王深海龙蜥也在其中。不知道8重的 E 技能杀生鹰的锁敌机制有没有得到改善，大家提了那么多意见，老米应该大概或许一定会修改的吧。秦、安博等4位被和谐服装的角色老过场动画的服装将会统一，还新增了一些形体服装独有的语音。使徒和勇者现在也有掉落物了，大概是未来新角色所需的升级素材。用岩龙系的扫尾伤害略微下调，离岛新增商店可以购买珊瑚珍珠、慢肉和垃圾剩余物。最后是几个克老专属的素材礼包，都是些摩拉、锻造矿、技能书什么的，性价比真的不高，不如去买大月卡。以及新剧情更新新名片和新摆设，狸猫和鹰版，不过要购买128的版本才行。那好的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还望各位大佬点赞3连，咱们有缘下期再见，拜拜。